自己创作的歌，是这首跟薛凯琪合作的，算不算是你第一次唱别人的创作而收录在专辑的？也算是第一首歌，对。OK， 这就是对。好，那能不能跟我透露一下，为什么就会挑到这一首香港很经典的《每天我一个歌》，把它变成华语歌？其实因为这是在薛凯琪的新专辑，他的第一张国语歌，那么后来在想。同事也说，之前里面有我那张大家里面有四人游嘛，那么如果再合唱，可能大家也想到可能可以玩一些经典的歌曲，那这首歌曲是比较大家特别喜欢，而且是也有应该是说在张学友之前应该是日本，没有太好，没有应该说好比以前好，比爱爱好，但是还是在学习了，但是有会觉得有镜头就会觉得有点不自然。但是现在这么多人看着你做节目现场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也是比我以前刚入行好。OK。但是还在习惯。我觉得有媒体。因为你会觉得，在某一方面，你如果对着镜头，你会很做作，然后可能对于一般人，你可能也会很做作吧。所以就是自己要练习自然一点，那好像跟朋友一样，我也比较好。那新老 MV 就是有薛凯琪就陪凯琪吗？在他眼中，薛凯琪是一位怎样的歌手？他是一位很，我觉得是蛮多的 versatile， 就是多能量。就是很多类型元素都可以掌握吗？不是，不只是在说唱歌，我觉得他整个作为艺人，他是蛮有不同的才华的，才华的，算是全方位的一个全方位的。而且我觉得就唱歌，我也很喜欢听他的响声。然后他演戏也我觉得很好看，对他演的早熟，那出息也蛮好的。好，那恭喜方大同薛凯琪的这首《不堪回忆》本周是上升了7个月次，来到第11位，那希望下个星期有更好的成绩，希望你可以上网去投票的98.com.my 投下你神圣的一票。这首歌我们讲过就是要帮同唱一小段了，对，好，好不好？想不想听？想。好，我唱一点点吧，我看我记不记得歌词。OK， 我们是很 casual 的哈。现在的你比较美丽，啊啦啦啦，你看我没听。哒哒哒哒，后来的我喜欢了谁？我们聊聊天，然后就你唱。好，我是薛凯琪啊。那个歌词不好意思，可能呢，我们台下的其他的方大同知道那个歌词也说不定。我从说是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你，这样的我，那样的你，要很久才会相聚。是这样的。酒吧新闻组已经准时为你跟进国内外最多角度、最全面的消息，让你对身边大小事随时知道多一点。我们全没有说，酒吧今天点击就是让你知道多一点的国内外大小事。今天点击，你好，我是蒋林。我们重点分析。开动空间华语新闻记者赵丽。酒吧酒吧，为你掌握最新消息。最关心事，看记者带您最新的情况，第一时间就联络。我们拥有最多的全球联盟网络。我是香港凤凰卫视杨启明。要听新闻就要听酒吧，酒吧本身的赞。无论到北京 ，ASCO 让你安坐家中全面看奥运。ASCO 终于在奥运会里面奥运主题节目，陪你一起倒数奥运。ASCO 配了11个互动奥运频道，给你最广泛的直播报道，其中包括免费的独家 TVB 奥运频道，随 ASCO 至尊配套附送。此频道免费英语、华语、中文，全程放送奥运焦点项目。马上到 ASCO 经销处签购，最广泛的中文奥运节目及报道，只在 ASCO。酒吧全球音乐力量再次召集各方当红歌手，带给你最顶尖的音乐盛事。由酒吧主办，男女万能荣誉呈现，音乐会指定荧屏 ，Anything and Whatever，TNG 为音乐会统筹，酒吧全球好赖餐厅派对，这里星期六晚上7点到10点，来宾，朋友，欢迎我们的新人。
在舞台把这个铺开。他能了吗？因为这么大的好，大家可以看到了，我们台上呢已经是多两位放大头啊。你的照片就跟刘总说的你呢，不敢直接一点。OK， 这个地方有镜哦，有没有镜子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镜子的，你是真的有的，你是真的近视的。哦，你们那是哪一首歌开始喜欢放大的？头发有色有色，爱爱爱。OK， 还是可以用外来防潮方式。OK， 你们是冰城人还是从外坡来的？冰城人。今天不必上课吗 ？OK， 好。等一下我们做报名的时候，我们正式跟方彤打招呼聊天。有很多的观众在现场，如果你是在格林大厦附近的话，赶快来到现场，因为我们是在有客人还有另外的嘉宾的出现哦。对，这个时候我们各位，我们先把焦点哈，现场观众先把焦点放在台上的另外两位方大同同学。嗨，你好，叫什么名？雍嘉。永嘉，那你叫什么名？学好，永嘉学好，我要形容一下，要都是由方大同来形容。你看到他们两个，跟你是不是很像？大家都戴那个眼镜，黑框眼镜。黑框眼镜。而且他们当年的 style 也像我跟未来专辑的 style。对，你这个黑框眼镜特别因为偶像而特制的。看到他，就跟他一样就买。就像跟他一样就对了。好，两位今天是很幸运可以上到台上来问方大同问题的，九八八让你有这个机会来，赶快。听说你爸爸是鼓手，那你会打鼓吗？对，也会打鼓，会打鼓。因为我爸爸从小就是在家都有鼓在家，那我会玩，然后就会打鼓。你有跟爸爸捐过鼓吗？有啊，有。对，还有我自己专辑里面有一些歌也自己打鼓。OK， 好，是很有音乐才华的一位朋友。来，另外一位有什么问题要问呢？我想问方大同，会多少乐器呢？会多少乐器？可能四样吧，两三样左右。打鼓、钢琴、吉他，另外一个也不算，就那不算，就三样，别的我就玩玩而已。OK， 好，那两位这问题都问过了，对不对？对能够尽情的接触偶像有怎样的感想？好，那方大同学有礼物要送给两位哦。其实我今天晚上入场的券，应该是抽票。对，今天晚上九八八嘉年华的第二派的入场券，在槟城 Opera City 7:30正式营